把我们的空间给挪出来，我们的车速。给挪出来，还是是刚下就咱电力楼主，八里五号行政会啊，咱的电力楼主是咱的八里五号行政会啊，感谢就咱咱个永安社电力楼主啊，咱的五号行政会谢谢总理，天温岁数甲新年，大约中华民国113年农历四月25日，也许良辰由八里五号行政会将你过问。贵甲平先生，选了着咱种会友会兄，今来中队，那么好安静，马祖人民做神仙啊，三敬拜嘞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万敬拜，来小谢谢，感恩来来主席来送这个纪念品。谢谢我们的张志信执行长，谢谢我们的荣誉顾问，我们的郭月明郭大哥，感谢啊、我们的五湖神庙会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谢谢。来。首先来感恩咱八里五湖神庙会。啊，那个荣誉顾问啊，我们的荣誉顾问，感谢。那个阿森大哥，谢谢行政会会长，张主任，谢谢你圆满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把通道让出来。五组跨境结束。感谢中路北客店永安社，感谢桃园游进会，感谢石牌福气宫，感谢树林祝汉宫，感谢五股图书馆，感谢淡水北投进田宫，感谢八里五湖神将会，感谢淡水德国寺林家联谊会，感谢着咱今仔日姐姐的叫唤，咱姐姐的身价。李林南河安江共同来祝福。好，韩主席以及咱五号行政会，
现在上帝第二个圣家的人南河安江来参拜祝福。八零五号新将会，八个先天之母上帝，第二公，李林大树后，退好吗？往旁边退，两边退，两边退。感谢着咱姐姐教班同仁，咱姐姐教班老师，感恩谢谢啊！谢谢我们执行执行长，感谢我们的郭月明郭顾问，感谢啊我们阿仙大哥，感谢啊咱姐姐马火行政会担任着咱今年老主金祥心来恭喜马姐进来。咱的老师啊，咱的妈祖娘娘，小金灯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把握时间，非常精彩的大彩蛋要送给大家。让妈祖娘娘和安哥的妈祖娘娘啊，会当讲非常的出名，要送给大家一场属于台湾庙会文化的烟火秀。不知道打多久。